我正准备出来救你，没想到那姑娘竟然以身犯险助你疗伤。她用这种方法将斗气以最温柔的方式注入你体内，并引导紫火。妖爷，你对我有恩，我绝不会见死不救的。进入魔兽山脉深处的萧炎刻苦修炼，而云芝的出现让萧炎的内心出现一丝波澜。几日的相处，两人的情感日渐加深。面对狮王的追杀，萧炎为了云芝挺身而出，拼尽全力，负伤昏迷。玄阶斗技暴步，还不赖嘛。虽然你现在连跳两级已经到达九星，但基础并不牢固，必须勤加苦练方能打败木蛇。人呢？
老师，不要唠叨了，快来教我抱步吧。臭小子，比我还急。老师，赶紧教我抱步吧。好，有志气。看好了。这个抱步配上八极崩，加上你的九星功力，绝对是近身格斗的爆炸输出。云芝，谢谢你。谢我？嗨，自己人，不用谢。虽然那女人已经将你体内的紫晶云炼化过一次，但是若是任由紫火提升你的实力，你体内的气旋最终将会被直接胀破。紫晶翼狮王之所以能够直接提升整整一阶，那是因为他的肉体强横，根本不用害怕被紫火反噬。而你若是依靠紫火晋升斗师，恐怕早就化成一堆灰烬喽。搞了半天，这补药原来还是毒药了。无妨，这一个月之内你必须每天猎杀五头以上的一阶魔兽，只有战斗才能让你体内浮躁的斗气变得稳扎，要不然等日后遇见异火，你根本没资格去吞噬。哼，五头便五头呗，十头小爷我也不放在眼里。少废话，赶紧。是老师。木蛇，是你把我逼进了魔兽山脉深处。现在是该讨回来的时候了。